在那嚼啊嚼，我感觉应该是直接空咬吧、哦，那个太危险了吧？哦，万一口气没上来，塞住气管了。超级夸张的战架，哇、哦！哎，差点跪地，嗯，他还是想躲那个，对，后手的左手重拳非常有威力的。对，现在是好了，停过十三秒了。嗯，放心了是吧？啊，很多人要破产了，很多人赌十三秒内 KO 的。伤痕一到细长，嗯，又不像被踢的。哇！哦 ，KO 了 ，KO 了！哎，缓过来了，我缓过来。三公分的臂展的优势，而且他那个左手的后手拳是特别的重。哦，又是一拳，倒了。哇，这边，哎，他怎么把头左右摇啊摇？但是。效果并不好。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。